不叫我一杯酒吗？来来来，总经理，别，我真的不能喝了。我接电话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文静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总监带我出来喝酒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就你跟他两个人？就我们俩。 而且是个酒特别烈，怎么办？他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。你现在能不能赶过来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他叫你去你就去啊？你在哪个酒吧？就是在茂名路你记得吗？找酒吧。对对，就是。我先挂了。没事吧？喂，我可没空坐你的宣传顾问啊。我现在跟你说正事儿，江湖救急，英雄救美。什么情况？刘文静，他刚才那个总监现在在酒吧，他那个总监看上去特别不正经，你赶紧过去救他一下。你想多了吧？再说了，他的事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还有我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见死不救呀。他在茂名路找酒吧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赶紧过去救他。知道了。总监，我真的不能
总监，你别，我真的不能喝了。我替他喝。不是你谁呀？不是你干嘛的？我是刘文俊的朋友。总监你好。我凭什么跟你喝酒啊？ 对不起啊，总监，我没有叫他来。别在这儿演戏，有什么话会公司说。别走啊，总监。经常听他说情，他说您不只给他工作上的机会，而且连生活上都照料得无微不至。您不只是他的衣食父母，您还是他的人生导师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得喝两杯，我先喝。 来，总监，该您了，看哪儿呢？总监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给你。哎，对，厉害呀，总监，真的是不愧是总监，酒量就是好。来来来，这还一杯。哎，来来，兄弟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我干了。 再见。教授，钟先生，这杯酒你必须得喝。